第一个暴汗的动作呢，就是登山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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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登山者。本东马上出现了。如果你想跟你的宠物啊，想跟你的宠物啊。流汗会臭，是因为臭不是啊？欢迎收看《宇宙练什么》，这是我们的最可爱的陪练狗本当，以及我们最美的宇宙练大小姐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小姐。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题是什么？汗。流汗的那个汗吗？对，是运动就会流汗，不管你在家还是在健身房，只要动就是会流汗。那你最近有遇到什么好笑的事？我是没有遇到什么好笑的事啊，但是我为了你，我找了很好笑的笑话。你知道阿姨他们为什么都不流汗吗？阿姨，你是说那个街坊邻居的阿姨吗？健身房都会坐着不走的阿姨，健身房都会坐在那边滑手机但不走的阿姨，没错。为什么不流汗？因为阿姨不听冷笑话，会冒冷汗。不是，因为阿姨不走的原因就是她怕留下遗憾。这个很好笑哎，哎你不笑我真的流汗。我还有一个，我问你哦，谁最会排汗？谁最会排汗？运动的人？不是，西施。为什么？因为西施排汗。哎，这真的超好笑，居然笑了。西施排汗很好笑。接下来我们进入专业的部分，请大小姐来为我们讲解为什么人会排汗呢？人有，就是我们有交感副交感嘛，但是会流汗这件事情呢，其实是你交感神经旺盛起来。比如说哦，就哇，抖，我觉得这好像我的交感很旺盛，就会流汗了。所以流汗会臭吗？流汗会臭是因为臭不是啊？不是，对不起。哎，我会不会明天就等一下？如果一个帅哥走过去，他是香的还是臭的？帅哥的味道是香的，就跟我们永远都是香的一样。不是嘛？会不会臭的取决于在于，就是我们的身上可能有一些蛋白质的代谢，或者是我们的细菌或什么的，汗跟那些蛋白质的细菌们结合之后才会产生这些异味。所以但是其实汗本人是不臭的，流汗是健康的。我们来进入今天第一个会让我们香汗淋漓的动作，大爆汗。大爆汗，进动作。OK， 我们第一个爆汗的动作呢，就是登山者，登山者，登山者，登山者。来，我们预备动作一样，想象你的侧腹在哭泣，你的腰间肉在哭。好了，换你了。每一组做10到15下，10到15下是一组，没错，很好。感受你的，我的头会跟着脚转，是对的吗？是不用啦，是不需要，稳定好吗？嗯。好啦，够了 ，OK。我觉得好像有一点，休息一下只要做4组，好臭。对，你明明说宇宙的汗是香的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真的是，我还是要流汗了，还是要跟大家说完，要记得做完4组，我要做好我教练的工作。耶、yeah, ，我做完4组了。好，我想问一个问题。嗯，范小姐，我的汗是香的。
喷泄。谁叫你说打到臭的汗是臭的？平常去运动前您会洗澡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你会洗吗？其实我平常去运动前会洗澡，哎，为什么？对，但等一下就会流汗了，为什么还要洗？因为刚刚有讲到啊，就是味道会臭，汗本身不会臭，哦，但是你在还没洗澡之前，它有皮脂，但是如果你洗完澡之后，它就没有皮脂啊，所以流出来的汗就是很干净。就哎，欸，我好像偶包有点重力了。好啦，我可以接受，因为你就是偶像。大家都一直在皱眉头，为什么大家一直在皱眉头？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洗完澡之后，一定要喷上喷香水，噴噴噴对，喷喷喷。然后流出来的汗就会是香汗淋漓。以上是宇宙提供给大家的小 tips。那我们换下一个动作喽。OK， 那我们第二个动作呢，是一个复合式的动作，就是我们要大爆汗嘛，所以我来说明第二项的这个复合式动作的第一个，叫做登阶。下，一只脚要做10次，这只脚先上去，上去，对，好，这只脚先下来，另一只脚下来。就一直只能同一只脚上去，对，直下，因为你在训练同一只脚，对，没错。接下来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呢？下一个动作就是摆 pose， 是不是？下一个动作就是 pose， 下一个动作叫做反向反向撑蹄，反向撑蹄是消灭我们的白白肉，是。总共做三。我有一个问题，是不是如果双人版的就是这样子？没错，但叫别人，可以哦，耶，我下次找个猛男给你好了。好，哦，记得肚子要收紧哦。好，核心收紧，很好，看到你的马甲线。教练要跟我一起双人吗？可以来，就可以耶。三蹲，奇怪的运动画面。扁冬马上出现了。如果你想跟你的宠物啊，想跟你的宠物啊。起运动，这是一个不错的姿势。耶，结束，你很棒，很棒。好了，经过三个连续的激烈运动之后，我真的流汗了，香汗淋漓，香汗淋漓。好了，你想，好了，谢谢你。勉强，对，你知道狗狗其实不会流汗吗？是吗？是，狗狗不会流汗，狗狗是汗腺那个啦。来，等下来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在脚掌上。对，是的，所以你可以回家闻闻你的宠物的脚。很神奇，他不喜欢人家闻他的脚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一个很保护自己身体的狗。哦，是啊，是啊，对，他女儿也有遗传到他这一点。总而言之呢，狗狗是不太会流汗的，所以夏天的时候也要记得帮他们多补充水分。你在运动的时候要补充水分，狗狗也要哦，所以不要抗拒流汗。